大家好，我是 AK 那个屁孩煞气也 King 小弟啦，就是 King 小弟啦。来看一下我的日常很凶啦，我被人家欺负了，我叫我老大出来跟你说。哈，有人看到我啊，说什么叫我8+9，我跟他说17啦，怎么样？以后不会算啦。哈，同学，上课时间就去上课啊。哈，我下课时间也没有在下课的、啊。有没有看过屁孩啊？你看到吗？架在这地方看到吗？你看我架在这个地方吗？你架得了吗？你驾驭不了啦。怎样？我被人家欺负了，我告诉我干哥，干哥，我是干哥。我告诉你，上电脑课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学电脑，我在打地雷啦，我在打地雷啦，怎么样？打地雷你有玩过吗？嘣嘣嘣，吓死你们！很多人都问我小小年纪为什么黑眼圈那么深，我告诉你啦，因为我很坏，晚上我都没有在睡觉，熬夜怎么样？我熬夜，我很凶吧？很凶吧？小弟弟，你这鼻子过敏的药，一天照三餐吃哈。我是熬夜的啦，不是过敏啦，我对你过敏啦。我半夜睡不着觉，到屋顶哼歌啦，怎么样？现在是凌晨啦，我不睡觉啦，我就是不睡觉啦。凌晨啦，我躲到这房间里面啦。我跟你讲，妈妈他们都在睡觉啦。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我读 purple 啦，怎么样？叛逆吧，叛逆吧，我读 purple 啦。妈妈叫我学数学，我不要啦，我就要看 purple 啦。王小弟。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啦，你下次再敢说什么我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懂，你就试试看。最近我认识一个校外的哥哥啦，他问我要不要加入他们帮派啦，我跟你讲，我直接加入了啦。过不到几天啦，我学会口风琴了啦，他们是口风琴帮的啦。有听过妮妮吗啦？小明啦、啊，坐在我隔壁的小明啦、啊，我现在跟你讲啦，你今天很会打小报告，对不对？你跟老师说什么？说我上课放屁，我今天告诉你啊，我肠胃炎啊，忍不住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下课我们约在走廊，好不好？就看你会闻不到我的屁。今天打篮球的时候，隔壁班的害我手指头吃萝卜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就带东西来报仇，我今天就让他好看，我请他吃苹果。我跟你讲，我手若痛风，我找你。我是 King 小弟啦，明天学校要检查服装仪容啦，教官说了啦，说我头发太长啦，说明天看到我的时候头发不可以过眉啦，说过眉他就让我好看啦，我明天就让他好看啦，我有我的办法啦。怎么样，教官？怎么样，我头发没有过眉吧？啊，我眼睛过头发了啦？怎么样，你可以这样子吗，教官？教官？我会吧，别再晃了，好晕了啦。